刚才那个感觉右侧，颈部啊，应该是什么？脖子，脖子颈部啊，那个往下有个痛，往下痛，往下有个痛，往下痛，40年以后，人家觉得，觉得一下的那些山好像也没多大用处啊，感觉一下的山呢好像没有多大用处，起码一下的那些好像没多大用处，所以呢，有人来协商一下，要不要把这个山砍掉，一下的山也搬走，一下的山也搬走，行了，那我们到那个，再搬走，到南太平洋里边南太平洋里边再建岛啊，再建岛。在南太平洋再继续建岛啊，那个喜马拉雅山那太高的地方也没法记住嘛啊，把那个东夷的把它砍掉以后啊，那一带也可以记住了啊，就那个山那一带也可以记住了啊，慢慢，那个外星人呢，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啊，越来越崇拜，越来越崇拜，越来越崇拜了啊，现在，人家，把那什么耶稣之类的早就不去管他了啊。再也没有人关注那个耶稣什么之类的啊，人们呢开始记住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如何是搬山，如何是造岛的，如何把何不知把它销毁掉的，如何劝诫人家不要去入侵其他星球的啊，我们地球人你就待在地球上吧啊，你想了解外面的世界，我们可以专门制一些资料片给你们看看。通过临盘出来的啊，或者你要实物要看实地的话，那你就岛上去看啊，你像真的人想跑出去跑到火星上去溜一圈再回来，能不能到达还是一回事呢啊，到了以后能不能还另外一回事呢？所以啊，这个就再也不折腾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